你们的意思是说都是李明启主导的？是。但你们之前不一直都说是吴博文主导的吗？现在又说是李明启，我该怎么相信你们？我们也是没有办法，李明启在学校的势力的确是比吴博文的大，而且他律师也来找过我们，只要我们几家都这么说，是不会有事的。他的律师？我们一开始是想说实话来着，但是李明启家的律师来找过我们，说我们要是承认了，就是同犯，一样是要坐牢的。 对对对，我们都害怕坐牢，而且李明启说了，如果真到是我们告发了他，就算关在一起，他还是会欺负我们的。接电话呀！不接电话，等会儿他们都说去，我可保不了你。你不说这没人吗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怎么着火了？快走，这边，这边，这着火了！着火了！不好了！ 外面着火了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别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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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警官，我已经在路上了。根据你的描述和文静的手机定位，我们已经找到了那个位置，就在复兴西路的废弃工厂。手机定位显示人还没有移动过，应该还在里面。现在不排除有人恶意纵火的可能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 报警吗？我要报火警，我的位置在，